家好，我要讲解第一题。如图一，线段 AB、线段 AC、线段 DE 分别切圆 O 于 B、C、F，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他说分别切圆 O 于 B、C、F。线段 AB 等于线段 AC， 这是对的，因为切线性质。圆外一点到两切线的距离 B 等长。A 是对的。好，第二题，线段 EF 跟线段 EC 会等长，没错，因为这里也是切点，不是，这里是切点，这里是圆外一点，然后到两切线 B 等长。C 线段 DF 等于线段 EF 等于线段 EF， 这边也是切线长性质。这边跟这边会等长，可是这边这两条线段 DF 跟线段 FE 没有条件要等长，所以 C 是错的。好，猪，线段 DB 等于线段 DF， 没有错，这是圆外一点到两切点 B 等长，所以答案是 C。